孙子要立身要忠正，立身要忠正。五岁时就开始练拳，因为陈家沟这个练拳都是从小就开始的，1979年就开始教拳，到现在呢，基本上42年吧。一般他的呼吸练拳时啊，练拳时一般他的运动规律的呼吸，提吸落呼，学习发呼，合吸开呼。他的呼吸方法是这个样，内功这个方面呢，本身太极拳就是气功的动功，那么呢，这个内功呢，现在传授给他们，就是让他们这个身体啊更健康，在从前是不往外边传的，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啊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这个呢已经在作战这个方面没有多大的用处了，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强身健体，我们教拳是我们传授给弟子，然后让他们就在外边的发展，现在那有几十万是有的，光大庆啊就有几万人的。踢不起来呀！2009年吧，
发现了我的甲状腺有问题，后来就把这个甲状腺做了一全切术。咱们就2011年的时候，2011年的7月份，我们家里有个老师，同时这个老师就是我们的师兄，也是带了师傅的。那个时候就全我老公就看到了嘛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干脆你们去学太极拳。”哎，那个时候我说我才不去呢，我说那个太极拳给我脑子里面印象当中，哎，就是那个老太婆、老爷爷、老奶奶在公园里摸摸摸摸摸的哈，我说我不去，我讲因为我的性子很急嘛。然后我老公就说：“那你不去就我去了哈。”后来他就在那里学，他每天去学，我也跟着一起去。哎，我后来我就天天的看，那个时候他第一期教了40天，我将近有看了20天左右，20多天已过。我说：“哎，还可以啊，我这个拳都不是那个老头头老太太打的嘛，不是那种那么回事嘛，跟我的概念好像我思想里面的都有所不同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呀，以后我也练练太极拳吧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可想好喽，你练了太极拳，我就给你交钱哦，你交了钱，你就不能后悔哦，你就坚持下去哦。”哎，那时候我说好啊。哎，接手。这不是这样搬在这边，让上头分子带走，对吧？走到这儿了，然后，所以你那个手，你那个啊，这手都没动了，对，是吧？等下了，走，好吗？好，这个呢？给他翻上去，翻上去去了，对，翻上去，这个，你想，跟老师试一下，对，翻上去，走吧，走，不疼你来试，你来试，疼啊，下午2点多钟到了学校的门口，一跳下车，高师傅就在那个院子里面，几个人跟师娘，当时还有几个学员，还有小虎仙2岁多那个时候，他一跳下车，我一看到，我脱口而出，我叫师傅。我就没看到，我还以前从来没，我也不认识那个我师傅，很奇怪哦。就是我其他人，比如有的人来了以后，有其他学员来了以后，有的叫校长啊，有的叫大师啊，哎，有的叫老师啊。当时我一跳下车，我一看到老师这个精神哦，一看到他这个人哦，我就说这个就是我的师傅，我就认定了，我就自始至终就是叫师傅，一直叫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叫过任何一个称呼都是师傅。就很奇怪，我觉得 S 四是缘分。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有损，损之无损。什么呀？就是听嘛，听人家嘛，就是其他的学员，比如来到学校啊，来到那个去学拳啊，怎么样啊？可能其他的老师可能因为很忙，就或怎么样，就看不到人家，基本上在外地比较多。但是师傅呢，他就扎根于陈家沟。对，就是那句话叫什么？闲来时造拳，忙来时耕田。这是老祖宗，一直留下来。我师傅就记住了这一点，他就很朴实。就是地地道道看起来，有的时候一个裤头就光一个裤头就，我叫师傅，我叫你怎么这样子？我叫心想心想，大师个心想，哎，大什么师嘛，还这样子叫。师傅没出来啊？知道没见识？是啊，师傅没出来。不知道，他在哪里？走。
原神复位，小聪明舍去，变成大智慧。对，大智慧不得了，这个是一般人很难修的，相当难修的，很难修，很难修的这大智慧。你要什么都舍得放下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很难的，要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对，你要放下，放下，哪有那么容易？这真的是，我说那个，我就抱着玩的心态嘛。本来我是养生健身的，我说有好的东西要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受，让这个太极拳受益于更多的人，对吧？要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，你健康，我快乐。我一直就在这六个字。我就跟学员们在家嘛，又是家里也有几十个学员嘛，经常我们在一起就是玩啊，哎，各种呀。我叫大家练拳，也不要带着负担去练，也不要那个，就是玩而求之，就是玩就好。走，踢右腿，刀向里卷，刀自己看，刀顺着自己向里卷，走。上右上左侧右，瘦左脚，对。这个孩子是在网上看到那个纪录片，那个纪录片里面有展示很多比较神奇的招式，然后当时有个人他说，他感觉那个大师的力量像是一条船那样大，当时我就觉得很好奇，然后就来这个陈家沟来就是一探究竟，感受一下太极到底是怎样的。本来就没想跳，我本来就没有，我是激动跳的。每个动作，懒扎一单边偏过来，斜斜的，都要找。公平在线。其他动作的时候就是。咱老乡还打我，对着树里啊！哎，老乡，也同样的，你认为这是对了的，松沉有意识的问题。哎，对，有意识松沉往前推，推足的。刚才那都不足，好了，传统的东西很多讲一个体会，就是它可能不是你就是靠嘴能够传递下去的，就是一个老师。要教给学生，他必须是手把手教的，他不可能是就像以前一些小说里面什么，比如说有个秘籍什么，你看的时候就会。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，就必须是就老师他那个用手给你指正，然后让你的身体有所感觉。我们讲的那个拳架就必须要正，这样才能够让那个气在全身流通。然后一旦你就是你做不到某个部位的话，那个气就会往那里堵塞，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要是练偏了就很容易适得其反，就是很容易练偏这些东西。对于我师爷吧，其实我师爷对我来说有点像武侠梦的一个寄托，因为我师爷他功夫是很高嘛，而且他就非常低调，就像那些小说里面或者是电影里面那种世外高人吧，所以我想把他的东西给传承下来，然后去告诉更多人，就是其实中国人的武侠梦他还是在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些传统武术都是假的。全城云南。
上门规，团结同道，勤学苦练，传承太极武艺，弘扬国学文化，承聚民间，共行拜师大礼。恳请先生扶云出城，不胜感激之至。敬有城门弟子陈教三授徒，求祖师在天之灵，佑我师门恩惠万民，望城门香火有尽，传承有序。这是我的家，家呢也是根。我是怎么想的，也就是万物生长啊，它都立不了根。所以我说，在家里的发展，总体这做成根。同样，我们平时也到外边去传授。诸多先贤，功存德长。扬善去恶，济亚群芳，我等当代祖训勿忘，弘扬祖迹，再续华章。师父回，师徒贴。向师母行跪拜礼，师母披寿带，我认为我还有这个能力吧，体能那还行，我想把自己所学的，或者在教学中，这和我练当中，还有我们祖传的方法呢，想出来做更大的事嘛，把这些呢，想传授给大家，也是为了健康。